Bồ Tát Quan Âm Bồ Tát Quan Âm Bồ Tát Quan Âm
智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。
修行的种子，念佛啦、持咒啦、念经啦，就好像把它丢在一个摸彩箱的箱子里面 ，OK？ 那么这个摸彩箱里都是一直种的都是好的种子、善的种子，然后就一直丢进去在箱子里面 ，OK？ 好，然后呢，这个里面都是善的种子，那有一天呢，好，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，那么佛也好，或者是说这个因果有因必有果嘛，那么。
你恶的种子很少，所以呢，这个佛菩萨呢，他要去抽奖的时候呢，一抽全部都是善的，善的，善的，没有恶的，大家懂那个意思吗？所以你们就是这个摸彩箱，不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去抽奖吗？一个箱子啊，有什么头等奖啊，什么奖？所以你们呢，现在开始呢，每天都是念佛啊，都是放头等奖在里面。所以呢，佛菩萨一抽，全部个个都是头等奖，上这么第一奖啊，第一特奖。所以刚才在想到，所以你们每次礼拜天呢，就来这边熏习种子，你们种的就是善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如果说万一呢，你们这个习气啊、串习力啊，还有业障啊，还有等等的，有时候在团体当中呢，会有一些那个啊，这个冬瓜与豆腐啊，咁样，冬瓜豆腐还纠缠不清、搞清清楚，咁样，有时候人跟人之间就会这样。但是呢，彼此之间就是要什么样的心态呢？要互容、互摄，就是互相包容，因为这是他的习气、他的业力。没有人说今天皈依了，明天就变佛祖了，是不是？要修行嘛。没有人说今天剃头出家了，明天就是怎么样，就是佛了，不可能。所以大家在修行过程里边，不要要求人家，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，对，要要求自己。要求自己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慧律法师说的一句话哈。他说，好像是慧律，应该是慧律法师说的哈。最近听太多了哈。他说，当你要成为一个道德的警察的时候，别忘记自己也是一个业力的囚徒。好，我再把它解释一遍了。道德的警察，你会觉得说你不应该那样，你不应该那样，你好像一个 policeman 一样，就是你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你别忘记，你自己也是业力的凡夫，你也是求，就是被关注在业力里面。当你想要成为道德的警察的时候，别忘记自己也是业力的囚徒，囚。啊，这句话应该要怎么样？当你要想要说别人的时候呢，记得记得师父这句话啊，不要就是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看自己啊，别人都是对的。知道吗？别人都是好的，别人都是佛菩萨，啊，唯我自己呢，一人是凡夫，是不是？而且是什么凡夫？业障重的凡夫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做五供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